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那么有只好诶时间时段因缘呢，好，咱毋好寒酸，毋通吝啬。咱若有缘呐，尽量多爱，或者带恁亲戚朋友。好，咱有缘诶，伫世界有缘呢，咱就多因来接法，接这法转来。啊，再加上呢，咱说过迄个叫做合唱团。合唱团呢，嘛是讲些老祖的慈悲啊，所以咱1月1号会殊胜大法会啊，那大概呢，恁若有时间，尽量找恁的传的亲戚朋友，还要几十工呢，要有付，好，咱多人一定呢，看呀，你去十间庙。去十间塔，吼、哦，这因为塔是死的，庙是死的，互人的个性，哈、哦，咱呢，嘿，互人会悟，哈、哦，会自心皈依三宝，佛法僧、佛法僧，各一个三宝，自心的三宝，都、就是清净性、个性、甲佛性，咱爱皈依这三性一体，三性一体。非常的重要，好，内调心性，外境他人，咱内底调家的心性，家的心性，咱卖聊聊啊，要找人的缺点，你要找人缺点，一定是烦恼的人，好，咱啊随时就看到人的优点的人，敬他人的时，好，不是三两三不能上，不会上梁山，不是三两三呐、啊，未跳过 OK 生死大河来到象棋山。啊，咱若无三两三的命呢，无咧福分呢，你就不可能来到世间出世做人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会记呢，咱爱尊敬他人就是安那。反正来出世做人，无论是伊残障，还是无智慧，这拢是有真大本领的福报的人，伊才会来世间出世做人诶。所以真侪咱的武术界，用符啊要共拼，画符啊要共拼，要共安怎，要共安怎的人，上可恶，又上可怜，无开悟，无智慧。咱在座分工合作。好、哦，在座的分工合作嘞，恁有的能力，有的我就无法度。啊，早上我甲曾秘书才来讲，好、哦，我真侪年前有一位先生，足讲过诶，足骄傲诶。啊呢，啊，我就穿啊，啪哩啪哩，来嘞，还要因为要借我拳头母去争着西，一直讲因某歹。因某安怎？因某安怎？直直讲因某歹啦！吼、哦，我那好瞧不起因某。我讲你偌敖，你敢比你某较敖？吼、哦，伊讲我某安怎啦？你比你某较无较敖啦？哈、啊，哎呀，我一条，你个未生囝？我问我你个未生囝？这矮这点的，所以讲到每个人诶，来世间诶任务嘛，你是安尼一直否认着你某，迄只遮尔无能力、无才能，安怎呐？啊，你那囝嘛是你某生，你讲我做生囝，哎，所以了，一点点点啦，家己开始，家己咧静下来啊，静下来啊，好难真侪人，啊伊诶，你看伊平常是无啥。啊，看伊咁样邋邋遢遢，有当时啊，你反正你爱救伊他人呢，
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，有个人可能一年一年，伊福报一年，咱爱甲尊敬的，你一定会很快乐。咱唔通不要去尊敬他人，啊，咱若要尊敬他人的人，你想快乐尔；，若不要尊敬他人的人，你逐天干呐为着想一办法去找伊的缺点，啊，你还要找缺点，你与他同类嘛，物以类聚啊，是物以类聚。反正讲公司诶，啊，所以因为你都有心头、心念、脑海内有遐歹诶经济，所以你只毋知，咱只一直一直要找起人诶缺点。你每一工你无家己无去精进，无精进诶，啊，你家己都无精进，家己去想去别人诶找人，别人看缺点，写讲足罪过，足罪过诶，足无自卑，甲无智慧啊。所以各位，伫世间，咱尊敬。任何一个人，哈，咱一代中较早，我看两个老伙仔，啊，拢八十外岁哦，杀一个李阿家，啊，一个杀，一个坐，老母啊，坐伫李阿家面顶，老阿啊呢，两阿婆拢去捡迄个垃圾纸啦，泥丢我捡呢，捡个鬼车，啊，才去卖呢。啊！捡这个叫做纸板规车呢，啊，老母坐面顶，老阿在送，在拖。那时候，恁的感想是如何？哈，恁的感想是安那？我的感想就讲，因两阿母感情是有够好，八十外岁啊。我无讲因八两阿母八十岁要捡二纸哦，我不是这么想法哦。八十五岁，我多生下出来，哎呦，我含我那我那少年某的吼，啊都无些姻缘呢，无些姻缘呢，一个生下欢欢喜，我都互相笑，笑关心，笑关照。第一个感觉，我就安尼出来家己，哎，感觉很难看，这老要这好，你看互相的孝尊敬啊，八十五岁啊，哈，你阿家现在穿了呢。过来，伊个工作，你赚八十外岁啊，伫厝伫享受咧，享什么受？棺材受啊！你啊，棺材一边福嘛，一边受嘛，哇！棺材一边福，一边受啊，享受诶，未叮当啊！你等哦，棺材更入来啊，人伊有法度装货，再来咧，伊有功德。伊人无人爱去捡捡诶，环境卫生兼整理卫生，然后去变无做钱，变卖为钱。伊变卖为钱呢，至少一回输。但是伊诶欢喜心，伊诶成就咧，伊诶成就，即个欢喜咧，哈，是讲毋是咱一般人，若无去体验到诶事，你就无法度去体会到啊。所以伫世间上好嘢人是啥？心安自在的人上好嘢俩，心安详的上好嘢，唔是讲有偌济钱上好嘢，上好嘢心真安详。所以即个老伙仔咧，哈我看安尼杀杀杀杀咧，杀几啊年哦，根本无看啊，一定巧呀。吼、哦，袂讲八十岁要迄个咧吼，因假使知足常乐的时啊，伊袂讲啊，我怎能摆来捡啊？不会这样，我想阿个巧呀嘞，结果我去大瓦呀，台中大瓦嘞，我测量了遐一间专门收歹人骨下，我测量到遐时啊，哟，我一上过来，我用两手叫掼两个纸箱，足重啊，掼咧去嘞，足欢喜的嘞，哦，我一上你还袂死，我咧讲问你，我一上用。啊！我嘛唔知当时要死，佮拢未死，我做甲足善个，佮未死。哎，即句个禅意足深个嘿，做甲足善个要未死。吼、哦，那八十外岁啊，迄阵已经八十五啊。即印象我加深，我就啊，一家一做做事莫病要死。迄观念我就是，迄阵做测量要未行这条路个时，我就有个观念，迄心念就出来啊。所以咱爱尊敬着所有的人，会当尊敬啊，伊有伊个功能，伊伫世间尽条活的能力，
真雕好，哈，伊的责任甲天命甲伊的心，那么瞧不起任何一个行业，一个上简单的道理，在真侪年前桃园，为了垃圾的代志，啊，遐个遐叫做环保捡垃圾的，啊，这叫做清洁队员，嘿，我都袂瘾做。恁若瞧不起我，就免说，就规家咯，弄粪扫，看你偌敖，变成一个臭虫呢，臭啥呢？这个是在体会着讲，这叫做环保局，在环保在义工嘛好，还是清洁工嘛好，因的功德偌大，你看呢？哦，所以咱爱也要尊敬行行。好，各行各业的人，那么你外敬他人，即是自归也啦，归依家己的心，自己归依自己的心啊啦，迄个觉醒的心，清净的心，哈，咱的佛性的心，大慈大悲的心，这是自归也。好，再来啦，显地心，要自归依啊。主归于至三宝净，好，各个自心无以说一体三身自性佛，一体三心自性佛。念汝等见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，了然自我自性。啊，终随我道，大家对我讲哈，啊，以自受身归依清净化身佛，啊，与自受身归依圆满报身佛，啊，与自受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。哦，这里后边这段这三归依非常非常非常的殊胜。好，这三项呢，你若了解以后啊，咱今日各位恁已经接到法，恁已经得到法宝。万人代志拢是就对自心，咱自心内在呢去找起本来家己。咱外在的假壳，外在的假壳，实在是臭皮囊，是臭皮囊。啊，咱唔只有。去注意到无？啊，咱若一个人今日食特别好的时，明仔放出来特别臭，啊，人也无啥物偌清净啊，心清净尔，辛苦咧。咱若每一工咧，拢有一只食重个臭臭，差不多一笑，最少要一笑个臭臭伫咧，伫腹内底。想讲伊会辛苦无？哈？除非你拄只食着老西化，汤甲清甲空空，腹肚肠仔拢无物件，若无咱拢有一只臭臭的一只咧，哈，家己讲哦，那遐臭，结果长食上香诶，这是啊，这是足简单的代志。那么咱就叫做臭皮囊，咱臭皮囊无好什么，无什么好炫耀诶，但是咱迄粒心。思维用这臭皮囊去做足济足济有用大众的大众的这个功德的，哦，这是上重要上重要啊！所以下午呢，咱来讲一体三性自性佛，令你令咱大家看到咱的三心三种的辛苦。好，三种辛苦的第一，就是清净的发心佛化身佛。东方药师佛的清净化身佛，啊，自身啊，自受身归依圆满报身佛，报身佛是啥呢？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一来到世间，过来出世，到最后还要死掉，爱好这个身体，哈，爱会破病。释迦牟尼佛因为这涅槃的时，伊实现的身体。卖去，遐害遐害，予大众看出讲哦，咱一个人的身体嘛是暂时照用的尔，报身佛，
照样呢，但是律内底呢，那冇佛，冇佛性，也有佛性。那么以自身啊，主色心啊，皈依千百亿化身佛，黑是啥人？阿弥陀佛，共同化佛不受用，化菩萨众也无边，化身佛，这是阿弥陀佛。咱爱皈依的自性，一体三性，哈，诶，三心三身，哈，这是化身佛。清净的发心佛，好，你发一张树啊，一张树啊，一张草啊，一张菜，你吃的好，这香气，但是放到明仔就去熬去啊，熬到臭去啊。化身，哈，清净的，清净，要会用的是啊，要会吃你的，哈，伊这个菜是清净的，嘛是化身佛。好了，阿姐。要好好的，咱用食是清净的，咱就免惊吓。这是一个化身佛，咱的人嘛是安尼，众生嘛是安尼，老者冒着化身佛，伊内底冒佛性。好，再来呢，啊，报身佛。完满的报身佛，咱的世间呢，吼，就来承受着各种的业报、业报，念咪破病，念咪感冒，念咪头壳痛，念咪未喘气，吼，念咪呢脑塞，吼，念咪膀胱结石啊，吼，念咪膀胱无力，吼，念咪啥，反正都叫做报身佛呢。会记，咱的身躯有各种、各种、各种的辛苦病痛，迄拢是伫报咱的业报所生的，报身佛呢。你业报所生内底嘛有佛啦，嘛有佛性啊，嘛有觉性，嘛有慈悲心，嘛有爱心啊，迄拢是佛啦。好，接着报身佛，那么化身佛，阿弥陀佛啊，新金色上好光明摩顶轮。化着受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，啊，那么咱即摆真侪学灵修的人，无迄个智慧，无了解佛法的真义，如果哦，我即摆修什么菩萨，我想多啊，什么想多啊，头壳有问题啦，想多啊，好，我讲啊，阿弥陀佛，谢谢你啊，好，想好，你无承认着自己的心。你要皈依想哦，所以讲呀，即摆一寡迄个灵修的，咱写信徒灵修嘛，真侪来。我讲你灵修，你爱看经典，那唔读经典的迄灵修咧，激动尔，无什么两无两样，一个激动，现在全部所身体无半步。啊，结果呢，讲一寡空虚梦想的，哎呦，我是佛啦，我安怎哦，佛咧灵经佛啦，什么佛？念经佛尔啦，念经佛伊啊，对嘞，伊爱布印出来，要会出人是个神念经，互咱食嘞咧。啊，那么咱一个人空过，干呐坐到空虚梦想，我着三八分，三八分。哎呀，邪讲各位啊，咱爱把这个真理。那么这三项呢，吼，恁啊，一切三心自性佛，恁今都会拢看到家己啊。恁三性，恁的魂嘛，身躯嘛伫恁的身躯顶啊，并没有在外面呐、啊。清净性，啊，清净性的发心佛，清净性的化身佛。咱会当做足侪足侪的工课，会当尽着人世间的调和，迄是化身发心。咱个人，迄、那个叫做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那是化身佛的，你的时间是化身的，那么报身的，我早起呢，做偏向而杀的，怎么加心修呢？那再偏向杀的，我说啊，昨暗去吃保佑酒，吃就吃的啊困了呢，啊怎呢呢？不多，加不好势的。
啊，这叫做报身报应的心呐、啊，报应的身呢，报身佛，报身。但是内底嘛要分呢，我并无因为安尼，我佛都判给呢，佛不判给呢，我的觉性，我的心并无判给呢。所以人啊，哈、哦，咱爱给人来世间是一个报身呀，报身报应的心。喂，赚着真济钱。身体吃歹，那是啥？有财挂中性后破，哈财福财子孙后拢真旺，但是性后破，哈白屋里的富人，白厝内底的好家人，破病无气色无血色的身体。啊、所以咱真正真正发呢，咱来了解伫生活上的是啊，叫做报身。好、哦，那像咱周师兄，你若身体不好，嘿嘛就是报身，一个人食大好，话要停起来就停起来，哈、啊，连袂传一条 SOS， 嘿啥，嘿嘛是报身佛呢，报身佛呢。啊，像恁个啊，恁高一点的师兄，只要爱啉酒呢，不啉酒吹口就喘，好、哦。嘿嘛，报生活呢，报心呢。哎呦，我酒若无啉，就嘴可以喘，迄个报心啊呢。啊，啊是等下吼，咱啊，咱想咧食饭，吼，咱只要无咧食饭的人，咱腹肚的枵还是无力，也是报生呢。咱嘛报生，所以各位同修呢，好，咱这里，好的六祖大师呢，甲咱开始的法是有够好的。然后化身佛，化身佛，啊！你马上可以当为化身佛。你有真济人呢？你的化身有够济。那比如咱啊，林松林校长啊，啊，伊学生呢两三千个，伊的化身佛呢，迄个化身啊呢，化身两三千个呢。啊，咱有诶，咱到呢，下节了都。啊，一口罩，你也生五个囝，啊，十个孙，你着顶着啊，个遐大阵个新妇来，迄当拢是化身佛啦呢，各位嘛是化身佛呢。啊，恁个公司，啊，恁做出个产品，啊，恁做出个产品呢，遐济人受用，嘛是化身佛呢。那咱林立群林师姐呢，啊，伊做东亚防火板。啊！伊咧，好所做诶防火板啦，咱隔间啦、抗除啦，啊，即防火板咧，遮侪人个使用嘛是化身佛咧，化身佛咧。哎呦，恁爱去了解着，哎呦，家己爱十招无尊重自己诶行业诶时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化身佛，你何法钱都无影啦。尊重自己诶行业，好，各国恁拢有属龙工商。啊！恁有恁的各行各业的人缘，你们可以当为化身佛。好啦，切一搞啊！恁会当化身化化鬼的，迄阵家己一个人化会出来无？迄阵的呢，就是报身佛，报身。哎呦，人都大遐济人，我若这亲戚朋友无办会起，我报身，你家己去烦恼。我若一个足歹势，那叫报身。不心哦，这样阿佛陀有欠无？有无？哈，真欠嘛，真欠！哈，你那么怕别怕佛啊？这部报身佛都无，是不是？你也怕佛啊？这部报身佛嘞，不心嘞！哎呦，我听着，哎呦，不错啊，别怕呀，报身一定当怕佛啊嘛！啊！我无听到恁拍破啊！啊，感觉怪怪的是，我咪嘛报身嘛。哎呦，我无听到恁拍破啊！就感觉就无心里感觉真正无迄个成就感的是，即嘛报身呢？安尼有，安有了解无？哈！所以各位，人一体三心，三性，三性啊！不是西方三圣的圣哦，三性、诸性，一体三心，法身、
化身与报身，这三项你一定爱捌。哈，所以一体三心三性，这三项拢你家己的，拢无别人的。咸酸苦涩，你所当着嘛是家己的。所以世间，咱咧足惊讲，哎呦，我一红手、三红手，上惊咧。我问讲你心无红手无？心无啦，好家在。但是念红手去啊，烦恼到伊啊。各位，好，咱今天来讲六祖坛经。我依家咱最密切的生活方式，互恁了解以后咧，那么咱认真做，该做就做，该行就行，该拍拼就拍拼。那么一体三心三性佛，三性佛就是集于咱一心啦。那么今日现在在座，恁有看到三性佛吧？有啊。那无你就等下吼，卖食饭好等下。是不是？你能看一体三性啊嘛？哦，等下要来用餐啦，报身啊嘛。好，啊你食食饱咧，用状会，好、哦、你就化身啊嘛。好，啊你要食饭咧，好你就化身嘛，化身嘛。清净发心嘛，菜你一定等下吼，我啦还有上摆食的菜一定剩上济嘛，吼上咸的上摆剩上济嘛，啊咱一定上好先硬起来食嘛，清净啊，发心嘛，清净化身嘛，这一定道理嘛，是不是？啊你听无？有啊吼，好爱报身啊，报身啊，听是不是嘞？好啦。好了，我们早上大家了哈。王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。老天赐福建天坛，祖德流芳禅机山。